外界的。所以我们十月份开始的这个运动课程就会在二楼进行。二楼就是在我们那个手作课的二楼，对，场地就会变比较小，因为之前我们有一阵子有在二楼办过嘛，就是因为它地下室是那时候我们在别人在用器械，对，然后今年是因为学部的关系，所以它也没办法进行，所以变成是说接下来可能就不能再介绍新的学员了，因为我们场地就不够用了。对，因为可能会有点挤哦。对，然后大家可能要帮忙搬些桌子椅子这样子，就是搬走会归位哦。所以下周是中秋节是休息，然后十月的那一周就是十月六号嘛，十月六号礼拜五的那一周下午就会在二楼进行，哦，在二楼进行这样。对，那大家就看一下场地大小了，因为我们最大的是好像五周的课程就会在楼上面。对呀，啊，所以大家在接受。谢谢大家热情的介绍，就是觉得这个场地问题，就接下来到年底可能都没办法这样，就不要再介绍同学来。我们明年如果场地允许的话，可以再介绍一些新的同学，没关系。好，那接下来暂时。